那你拿过来呀你。哎，大门打我了，你车上了你。副驾驶，把你的身份证提供一下。啊？驾驶证有没有？我就擦嘛。啊，就提供你的了。行，那再靠了边，副驾驶不系安全带，罚款5块钱啊。可没想到，就在民警对车辆副驾驶座上的女子没系安全带的行为进行处罚时，女子不乐意了。咋回事？我咋回事了吗？你咋回事了？我出来，我不带身份证，我就不能出来了。我说你不能出来了没有？我说了没有？我多少说你不能出来了？我多少说你不能出来了？咋了？那你看见我咋了？啥了？我在车里面睡一会儿觉也不能睡？那你是要咋了吗？你处罚你啊？你没系安全带。处罚我啥了？身份证咋？我没带身份证就咋了？我怎么说你没带身份证？让你提供身份证了，没有提供你。这不是给你提供的？那你拿过来呀你。